全球每年售出15亿台智能手机，其中有70%最后变成了电子垃圾，造成环境污染。根据 IDC 调查报告显示，随着世界各国积极采取了越来越多的环境保护措施，二手手机市场也以复合年增长率 13.6% 的速度增长。预计到2023年，市场将售出3亿台二手设备，交易额将达到670亿美元。但是目前电子设备回收主要以线下交易为主，效率较低。 Wakefone 的出现解决了市场效率低下的问题，并将全球的回收运营商、分销商、翻新产业和转售商联系起来。 Wakefone 的 SaaS 解决方案使产品发布变得简单容易，只需点击几下即可将各种类型、不同外观成色的智能手机出售给全球的批发商或零售商。 Wakefone 还利用平台的大数据更新及优化产品售价，向需要更快现金周转的用户直接购买，然后再在 eBay 和 Amazon 等线上平台转售。 Wakefone 旨在为全球二手手机销售提供一个新的渠道，并为我们的未来构建更绿色环保的消费市场。